现在为大家演示套环枪的使用方法。第一步，装胶针，确定胶针的方向，两边都要插到底。第二步，打挂牌，带孔的挂牌先挂到针嘴上夹住，第二张同样挂上夹住，然后对准产品动眼，迅速将枪的把手压到底，要一步到位。如果中间有停顿或者重按手法，容易出现连接不上，变成损耗。再打一个看看。第三步，退胶针，套完枪两边各有一个白色开关，要同时按住往后推，另一手把胶针往上拔出。如果已经用完的胶针，可以直接在后面这条缝隙把它退出。第四步，换针嘴，把针栓的尾巴转向前方，轻轻左右摇动，借力拔出。然后在缝隙上轻轻撬一下，然后拿出。新的针嘴放上去，压紧，针栓装上，同样也要压紧，往上锁紧。好，完成。